它其实是一个布料，然后是不织布，就是说你吹打完就可以变成一块布了，它不用编，它不用再去编织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素材，然后应该说也很原始嘛，所以它不是很大颗，都是小小的，然后吹打它就会延展两三倍，是，然后它就是染上蓝色那个就是蓝染嘛，好，然后它有留表皮。然后那个流表皮，所以它本身有自己的纹路，再加上蓝染。因为我自己也是研究植物染色很久，我很喜欢也是植物染色的，所以我会加上去以后，我觉得它的那个两个加成的效果实在是非常的特别。然后那左边这个就是本来它原有的那个流表皮的效果。那树皮它其实真正早期被拿来使用是把表皮去掉的，就是说里面它的白色纤维，它其实纤维是白的。然后很可以很细致这样，它就是结构就是有竹子跟竹子一体成型，然后再加圈圈就是黄藤把它撑出肚子来这样。那其实树皮布它就可以单独存在，也可以跟很多硬的结构结合，所以我说它很容易做成，比如说立体造型啊、灯啊、干嘛的。然后它也有质感，有一种很原始可是有细致的东西的质感这样。就是里面是蓝色的，树皮布已经染好，然后外面再搭一层另外一种很多颜色的，它其实就是两层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如果细致看，它其实看到有层次的。那这个就是一整只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哈，一整只一体成型，而且它是从中间剖开的，这个更厉害，是中间剖开哦。然后它会产生这些线条，扭转也是它的特性，就是大小圈啊。它就会产生竹子它本身特性的那个变化，这样子。